哎，李娜，去小朋友那里坐。去。我年级第一，王双你呢？小三好。光光，我兔年更快乐，我兔年龙年一，光年都更快乐。小屁孩，说谁小屁孩呢？我可是一脚踢遍世界的巴啦啦足球侠。足球侠。 什么侠都比不过我一届超人梦四队，我可是超人大大大大队长。所以你们让超人都是小学生了？好吧，那就怎么狂怎么来了。载入历史，游戏主角，春漫颁奖礼 ，carry 全场，亚洲飞人。行行行，你们了不起。 但姐一颗小球就能改变世界，怎么样才能跟你一样厉害？要比我更厉害？小孩子也能改变世界吗？几岁都能改变世界。好了，别在那里胡说大话，乖乖吃饭。没事没事，是不是大话？等我们长大就知道。